What's up？ 大家好。好、okay. 嘅係 Backpackers， 我係 Jan， 我係 Paul 啊。我哋今日同啲 Studio 嘅 partner 一齊玩。係 ，What's up？ 我係 Tim。Jeff。文迪。而家三班蛇，大家我係傑少。我諗呢個名好似有間叉燒飯咁樣，唔係得？傑少叉燒飯。係啊。我開叉燒飯，你唔知咩？哦。你唔知咩？搞錯啊！快走啊！走啊！走！最前名都是雞飯係嘛？知又好啊！今日玩咩啊？今日咪玩呢個大電視。嗯。大电视的规则如下，参赛者分为三队，每两个人组一队，每队要为下面的一队出十条的问题，每队会派出一个人出问题，另外一个人就估问题。出问题者是可以用动作或者言语去间接描述那个问题的人事物或者特征，但是不可以直接讲出问题的字眼，违者就继续答错，每题限时两分钟作答，过时都计答错，最后答啱题数最多的队伍获胜，如果有平手的队伍就会直接进入加时赛。好，我们第一条请我们不看得的他未看过看到啊，应该有下一题先，你有似你啊，人名叫什么字，英文英文我唔熟啊呢个。Michael Jordan。唔系，差唔多啦，都系嗰啲。Kobe Bryant。Superstar 嚟嘅都系。LeBron James。系啱。好。都系个英文名。系英文名。又系打篮球嘅。Michael Jordan。唔系，你做动作啦。做作啦，动作啦。我唔係，我唔係好熟啊！仆街，我唔知啊。你出名啲咩啊？你出哦，出名啊！唔係，唔係，唔係咧！我唔記得動作，我唔記得動作。我唔係咯。你做乜嘢啊？你個快啲！都係兩英文字，都係兩個英文字組埋嘅。係。因為有你知有啲名係三英文，三樣英文。哇！係啦，直升機，直升機啊，掛咗老襯。刮 Kobe Bryant， 自己咁衰嘅一個 ，No offence， 系，你好，系，好冷面嘢，唔系自己，都似精神病嘅，你咪清单大走板，唔系，我头两个字啊。咆哮的野生，好心地好衰啊！你哋，你继续敲问呢啲，你为乜啫？你心地唔好啫嘛。哦，三个字。好，中学每年开学都要影嘅，影一次，三日字。学生证。吓？学生证使每年影啊？得唔得？影。班上。吓？三只字。全家福。即你學生證會整全家福嘅，唔知啊。即你張學生證係有你全家嘅相喺度嘅。哦。B B。誒講咗。B B B B。啊。好。丑一。丑一。誒答案係咩啊？學生相。學生相。即我錯一隻字。係啊。好。誒六隻字。六隻字。誒食起上嚟都好鄉下嘅。第一隻字，非洲人。第一隻字啊，第一隻字啦。你對於非洲嘅人嘅感覺係咩先？黑黑咩？係冇錯，係啦，佢啱啊，佢第一隻字。好，跟住之後啊，誒一種調味料嚟嘅，頭三隻字係即係會撒撒落去嘅調味料嚟嘅，撒撒。黑胡椒。唔係，差啲。撒撒。黑松露。係。跟住黑松露炒蛋飯。唔係，頭三隻字啱，第四隻字。好，食起上嚟好 ，nice， 黑松露香，嗯，咩好香啊？食起上嚟好，嗯，正松露 ，delicious 啊 ，delicious， 黑松露乜嘢？诶，我讲埋最尾两字啊，黑松露炒意粉，唔系。意粉你会咁嘅声啊？你意粉会炒咩？炒意粉咩啊？
唔係，一罐罐嘅。嗱，最尾最尾兩隻字係曾俊華。十秒。黑松露米薯片。啱啊！唉，走，翻嚟，好彩啫。三隻字。係。頭兩隻字係一個數字嚟嘅。麻雀成日都聽到嘅，好出名嘅一個食糊方法。十三秒。啱頭兩個。第三隻字是一個量詞嚟嘅，你點樣形容？十三分。你點樣形容紙？十三張。英文字。係。即係。英文字。特殊鍵盤品牌，好出名嘅。攞住睇。What the fuck？ 喂，第二股名㗎。咁簡單喂，咁簡單。又係又一個英文名，兩個字，又係打籃球好出名嘅。Stephen Curry。我你咪睇過㗎，你咪睇過，你點解估咁中嘅？所以嚴格上嚟講係，照打。你翻翻轉頭啦，完咗，喂，合五隻，最後一個，初一個，咩啊？初一個，屌，呢叫咩？扎馬，阿伯。三隻字，食啱一隻字，中間嗰隻字，你咁第一隻字係大，係大食。第三隻字咧係我咧，係夜晚最驚見到咩？大食鬼。係啊，係啱啦。第一隻字係一個字詞，好似講廢話咁。呢個係難噶。好多function嘅，有幾種唔同用途嘅，咁叫咩咧？多功能，類似啦。其實你個方向係啱嘅，係啊。方向啱，我可以俾間 tips 你，你個方向係啱嘅。十嚇？一樣嘢。哎，講咗，接受懲罰啦！What the bruh？ 兩個字都唔講，一同二用。你唔好講咁多粗口啦，要必啦又。呢個動作。喂，我咩啊？咩啊？喂，可以嘅。哇！喂，嚇？咁犀利。冇到啊！咩嚟噶？五個字，又要篤啦！嚇？幾隻字係上？唔係天，天老母嘅老豆叫咩？天公係天公不作美。哎呀，你波，你係咪睇過啲？我冇睇過，太勁啦嘛！懷疑出切喎。哇！哎，阿龙哥，阿龙哥，唔系啊！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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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叫咩？啊！退唔系？有咩提示啊？你讲估嗰个啦，佢冇咩学识噶，佢唔识估啦。头两字系一个好出名嘅中国教育家，佢另外一个名叫做哦，估到唔系呢个应该唔系哇，好难啊！呢个真系，咪就系咁样啊！跟住之后，之后嗰个状态 ，what the fuck？ 腿咯，佢就系唔系腿啊？都话唔识噶啦，反正后两个字入手，后两个字系仲难喎。你用中文讲唔得，我唔可以，我要坚持我自己。你试下用鼓嗰个，你试下用鼓嗰个嚟。阿文明以前打鼓打嘅嗰个。不喂，你之後冇死啊？係啊，我明㗎。你槍都幾好啊！哎呦，哎呀，殘念跌死呢？唔走啊！唔係，第一個字啱，三個字最啱。唔走啊！俾我上，俾我上。等埋啊！唔係，差唔多，唔係，差唔多，一種交通工具，追巴士。係。搞到好似我想叫笑，我依家又做晒，大笑咯，笑死，系同人 ，Escalibur 唔系同人系 Escalibur， 点解咁样分出嚟嘅？同人咧后边三个字，后边两个字啊，咁样咯，伤到流，后边两个字啊，争少少，争啲，差啲，乜都啦，死
嚇？好簡單啫。一樣嘅，同雙一樣，同意詞。二都流。係啊，冇錯。哦哦，我撈到係咩嚟嘅？兩個英文字，一個數字，英文英文數字，一隻 game。兩個英文字，首先兩個英文字先，是一個系列嚟嘅兩個英文字，冇得開鏡嘅。兩個英文字，兩個英文字，超級出名。十打十啊！我唔知幾多打幾多，我點知啊？都冇玩。唔係，唔打，唔係槍嘢喎。你估數字，數字，你估數字先，求其估一個數字。十咯。唔係。九單位唔係八唔係係啦嘛，再幾多秒？我相信你。廿秒，俾個大提示，要裝蛋拆蛋。唔係啊 ！Lucy 啊！係咩？係咪咩？嗰個叫咩？係三係四，唔係講四個答案。射射三。誒，我第二。哎呀 ，CS 啊，哦 CS 啊，哦 CS， 要受懲罰啦，錯咗兩題。好啊，八條啊你們。啊！好噶啦，我哋啱咗八題。好難啊！我最尾嘅。好難啊！啲題好難，不過我哋嗰啲題會簡單啲。你唔好再講粗口啦，求下你。好，快數開始。四聲。三個字。四個人玩嘅。我幫 James。三個字。打籃球。唔係。Kobe。三隻字關 Kobe 事嘅，直升機咯。喂，好犀利啊 ！What can I say？ 兩隻字，動物嚟嘅。狗啊！好貴。喂，幾多字啊？兩隻字。電話。卡神。麥扎雞，麥樂雞。喂，我係錯咗，錯咗。哎呀！看你唔使打我。Guts 啊！我唔知呢个咩嚟嘅，第一个字系动物嚟嘅。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第二个字，咩光最中意嘅？女。唔系啊，咩光最中意嘅嗰条女？最中意嗰个啊！第二系。系。第二个字啱。六。奶冇睇过啊，可能冇睇过啦，我都乜嘢嚟噶？鹿奶咩啊？呢个动作叫咩啊？指咯，系啊，鹿奶指。哎，意大利人，愤怒。意大利人，意大利人食咩噶？唔系，仲有咧，佢唔中意噶。哎，哇，睇佢系九条八条啊，而家系。OK， 一个咁样嘅大电视，系啦，第一个字唔要电视，好完完啦，好，好九条，最后结果 A 队答啱九条 ，B 队答啱八条 ，C 队答啱九条 ，A 队同 C 队同分，就会直接进入下一部分嘅加时赛，而欲知后事如何呢？就请待下回分解。好啊，我哋嚟到加时赛，因为我哋有两队同样都系九分。等等先，Holy crap！